损伤患者治疗。这位董先生受伤后曾封闭内心，将近13年几乎都没出过门。我发现我的眼睛出了问题，可是我自己不知道。那我也看了我的牙齿，当时的我牙齿也是很糟的。在脊髓损伤患者协会的鼓励下，董先生重新走向人群，开始重视健康。每次参加义诊，总觉得很安心。要看牙医很不方便，因为那个诊间室都需要有人抬，我是没有办法的。那来到这边，有很多的师姐跟师兄们可以协助我上床，可以来看牙齿。不止他，其他行动不便的脊髓伤友也感受到温暖关怀。那你这以外有处方笺，啊，今天免阁贵的嘛，哦。哎，不然这样子，其实对身体来讲是很不好。现在是往前跑，哎，推它就会往后跑，那就在墙，家里有空就练习推，往后墙壁推。为患者提供建议，在家就能简单的复健。中区仁医会义诊，以行动守护生命，守护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吕怡萱、简宏海，台中报道。透过歌子戏演绎佛法精神，唐美云歌子戏团。